不是我吹的。说到白菜，身为一个东北人，我还真没服过谁。一买好几百斤，从秋天吃到开春，可以说东北人的冬储大白菜不会吃到，更不会缺席。尤其是今天要做的这道包子，用我那些年吃过的白菜担保，谁做都能好吃。陛下今日特供白菜豆腐煲。为了避免一会儿手忙脚乱，先按屏幕配方把酱汁调好。老豆腐切片，加个蛋，蘸上蛋液下锅煎出硬壳后捞出，锅不用洗，烧热后下五花肉，等肥肉变得透明后放蒜粒青红椒圈爆香，接着下我们东北的乱炖三节：大节白菜片，二节红薯粉，三节煎豆腐。倒入之前准备的酱汁，咕嘟十分钟，这道很哇塞的白菜豆腐煲就做好了。白菜豆腐本身都是需要借味的食材，所以五花肉炒出的猪油和那碗酱汁才是关键。学会的记得来交作业哦。还想让包子做什么菜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别忘了点赞加转发，以及按时来看我吃饭哟。